我最近在看用 B 站去看别人的 vlog。哎呀，又要这个，我就不水了，弹幕会水的。没有，主要是这个东西，就是我光会拍，拍谁不会拍，但我还得自己去剪，要自己做出来，才让大家看到，全全都是我自己去管理的。首先，我得拥有一台电脑，主要是我没有电脑啊。你看，没有看过自己视频吗？没有哎。你连任何奇怪的都逃不掉，比如说跟迪迦奥特曼的故事，你可以想象吗？奥特曼。但是今天准备了一个别的，你感受一下。中英合拍。这是恐怖片，伏地魔，应该我想声音大点。哦，哎呀！真的魔鬼，散光九又来是什么意思啊？讲真，伏地魔要能活这么些个千年，能乐的鼻涕泡都出来。伏地魔缠他的鼻子，哈哈哈哈哈！他鼻子是往里的吗？哇，伏地魔笑了！九八，你快来看，我看了，我看了。我觉得伏地魔好帅哦，这么看来，那个叫什么币来着？给钱的那个投币啊，对对对，帮你投俩币是吧？他是说我全部都给你好了，那个把币都给你。其实伏地魔在站内有一个官方的 CP， 你可以猜一猜。林黛玉。哦，你知道，因为它上面写了。哦，好的。说林黛玉，你快来啊！暴露了，其实今天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圆梦大哥，你刚刚也有提到，又是啥呢？感谢替我解圆梦。我现在好配哦！这个视频让热巴看到，让他开心的飞起。好帅啊！我天啊！哦，为什么会有个小精灵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嫁了。想让滴滴巴巴看到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哇，哦，还有还有，哦，重复了是吧？哦，你看自己的后面视频有什么感受呢？就是觉得我可能未来可能有机会可以和莱昂纳多合作的话，我觉得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应该也挺好看的。太配了。